秀智良世宗主演的韩剧《我的女神室友斗娜》开播后好评不断。혹시나해서말하는데너도나한테반하지마两人在剧中的化学反应更是让人看得脸红心跳。今日他们为了宣传戏剧，登上了张度恋的网络节目。梁世宗在节目上爆秀智美谈时，因一直讲错资讯而疯狂被秀智纠正。크리스마스12월말이었나크리스마스크리스마스接着梁世宗又在透露更多讯息。자필편지까지해가지고아편지안썼어편지안썼어아그럼다시할게요超辣擦的模样让一旁的秀智看不下去，亲自补充，因为想表达感谢的心意，那天刚好是圣诞节，想象是圣诞老公公送。礼物原来是秀智超暖心送每一位工作人员昂贵的围巾，不过这时一旁的主持人忍不住补枪，秀智的生日是12月23日，秀智一脸惊恐，梁世宗则一脸委屈，但马上就被秀智回击。我내생일도얼마전이었어진짜안왔던데미안해내가깜빡해가지고两人相爱相杀的模样根本是斗娜元俊的既视感啊。